间咧香港仔嘅鱼蛋王啊，就2015年咧6月份成交咗，即系上个月嘅事。172号皇后大道西喺西营盘呢头啦。咁啊，讲紧个面积咧就920尺，话咁话啦。咁啊，门比较门阔，但入边比较窄啲嘅。咁啊，成交咗几钱咧？就3500万啊港币。咁啊，回报率咧好低，即系得1.3厘。咁啊，租金咧就系38000蚊。但系呢个位咧，留意一下比较特别咧，就系啱啱好系一个转弯位嚟嘅，车流咧就向呢边就转咗。但有个唔好咧，就系通常都系买铺咧非常之留意，就系当你车流系转咗嘅话咧，买右边嘅铺咧就比较广告效应大，因为架架车咧经过咧都会望到右边嘅铺。所以咧呢间咩皇后酒店啊，架架车经过咧都一定会见到嘅。但系如果系左边嘅铺嘅话咧，就要非常小心啦。咁啊，因為大部分車流一經過啊，人流經過多咧，通常都望唔到呢間鋪。我自己經過呢度好多次，通常都好少留意左邊呢間鋪，所以從個廣告效應層面咧就會比較弱啲。嗱，呢間鋪咧就門面闊啊，都有大概可能14-15尺啦，深咧就比較窄啲啦，咁啊就可能講緊20尺到，所以一般咧即係做到一個細牌啦，大牌就比較難做啦。西環整體上呢辣咧升值都比較多啲啊，因為就啱啱好呢個地鐵嘅效應啦。咁啊，所以呢間鋪咧，2010年買翻嚟嘅時候咧，都即係800萬，咁啊，啱啱3000萬賣出咗。我前面咧都有間鋪咧買咗10100萬，而家我估可能大概4000萬到啦。所以咧，呢度呢個鋪頭嘅時候咧，呢個成交都可以作參考。望一望近些少入邊啊，呢個鋪咧好在就對到正咧，呢個嘅西營盤閘啊，對到正一隻，我當然要過馬路先過到嚟啦。啱啱呢個位車流就轉咗，所以咧右邊鋪咧廣告效應大啲，人流都比較多啲。地鐵站喺嗰頭，所以應該右邊鋪比較值錢啲。雖然有欄杆，但係都左邊鋪右邊鋪都有個比較啦。